弟弟，你这是回应我们磕对了是吗？沸沸扬扬磕了两天，弟弟帽子是哥哥送的，结果怎么样？小奥又发视频了，发的还是这个帽子，你自己看看说得过去吗？前前后后发了多少了你还发？结果话还没说完又发了遍微博，这是不管唯粉死活了吗？造孽！这跃跃欲试的还想摘帽子，不过摘帽子却从别人的视频看到了，这戴毛的样子也太萌了吧。而且这么看，弟弟当晚没有特意做发型，就是准备一直戴帽子了呗，全程帽子都是自己拿在手里，都没有给助理拿着，所以哥哥送的必须自己拿着呗。怎么样，热搜了吧？弟弟你可别再发了，真的知道是哥哥送的了，不光八姐知道，三家全知道了。